姐妹们，直男真的拒绝不了甜妹，怦然心动第二季真的好抓马。女三曾晨晨在教室初登场，便让男二当场就是哇，而男三十七草作为恋综回锅肉，一看到他更是疯狂喷口水喷口水。而与双胞胎哥哥一起上恋综的男四李志豪更是直球进攻，即使知道女三曾晨晨已被男三十七草抢先邀请了同座，但他依旧选择果断抢人。我可以邀请曾晨晨吗？然而女三曾晨晨尴尬婉拒了他，但双胞胎弟弟依旧不气馁。心动晚餐环节，他和男三十七草再次选择了女三曾晨晨，而他更是给干饭人疯狂投喂 N 加一次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还有情敌就在身边，他的双胞胎哥哥鹏鹏，虽然一整天没和甜妹女三互动，但当晚却把心动录音投给了他。进教室的时候我就有关注你，而第一晚就收到了三个男生心动信号的甜妹，虽然双向投心动录音给了男三十七，但他私下却和女生坦白了，他的理想型其实是全程毫无接触的搞笑男二。想能，他其实跟我之前想象的那种喜欢的类型有点像，所以你觉得谁和甜妹最般配呢？而下一期我们有缘再见吧。